捏起来，吃完它快点！刚才我丢了一条在那一边，吃完它去，去，大家吃完它，我没有，但是我没有，去吃完它，我们去看。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。我拿住电话，不能够两个一起摸，它猫可爱呀，哎呀，兴奋了哈！大家早安。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。等一下，我找饼干。嗯，饼干好像没有了。等一下先，我找饼干哈。来，先给你一根，一根。然后还要吗？你呢？你在哪里？看到吗？啊，吃先。好，我们再去找狗狗，大家先吃。Thank you 哈，等下先。Luca， 那 ，Morning Luca， 吃吧。你最讨厌这个了，对不对？但他们又很喜欢呢，你是最讨厌的，对吗？你看他的样子，笑了他都不睬我。Luca 走走 ，Luca 走走。快点，走走，我要吃早餐。你先走走。你最讨厌这个，对不对？等下我才给肉啦。但是他们两只又最喜欢。哒哒哩哒哒，那给你来 ，Hello。OK 啦 ，OK 啦，你最快的啦，你是最快的。你吃完了没？你很贪心哦。你非常贪心哎，你要两个不？是不是？嗯。你看你妈咪都没有这么贪心。先吃完先，不可以这样。来，这里，这里 ，Good boy， 哎 ，Good girl。卢卡不要是不是呢？你看我放了他都不要，他不要吃。